经纪人跟你讲手术，哎，这个也要称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哎，就可以再上阵一次，干嘛找过来？那手术就是，手术奖励鹦鹉虎，啊，那这边那技能呢、啊？手术是奖励。鹦鹉虎，那它的 CD key， 我找一下哦。哦，对，这里很重要哦。画质记得调一下哈，然后这边就是礼包的兑换，那从这边进行输入的动作，那输入完毕之后呢，就点确定，这样子，兑换码哈，所以礼包需要的兑换教学，就是设定，然后兑换码。从这边进行兑换。哦，然后之后有成长啊，对，比较像在成就。这边你就主线继续写下去就可以了，你可以加一下好友。现在里面。我继续下去哦。非常的好玩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边可以聊天。就是答案。坐等级就可以聊了。那玩法就这样。有点像我们在收集宠物的那种感觉，啊，非常可爱哦。那这边可以看一下宠物的那个介绍。那今天跟你们分享手厨，那这部落有没有？我最近好热门哦，你最近才第一天而已。他部落人数几乎已经全满，太扯了。他不是才公测第一天而已，那公测第一天而已，他部落人数基本上已经全满了，太扯了。他已经是超级红了，不信你们自己看，到这里，一幅而已哦，一幅而已，他们的。所以你就是一幅，就是23乘以230，不知道这多少人了。哦，23乘以230，破千了吧？哎，这怎么关掉啊？5290，然后再加上下面那一个，所以总共到我这个等级的已经5000多人了，你就知道这游戏有多猛了。一斧哦，在这我这边应该是一斧了，一斧就已经那么多人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跟你们讲手术，哦，手术。